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29題，呢一題咧考生答啱百分率41%。咁呢題其實係問咧 Boolean expression 咧嗰啲嘅 values 啊。咁啊，佢講明 A 是一個 integer 嘅 variable， 而 student 係 Boolean。咁而家問咧1、2、3咧邊一個 expression 咧係會出相同嘅結果？咁留意喎，佢 A 同 student 咧，佢冇俾個 value 俾你嘅，即係 A 是幾多咧係唔知嘅 ，is student 係 true 定 false 咧又係唔知，咁所以咧你 evaluate 呢啲 expression 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去 assume 或者 let 一啲 values 咧俾 A 同埋 is student， 例如 A 需要揀乜嘢 values 咧代落去咧，咁就都有個原則嘅，因為咧我哋 test data 啦，呢啲我哋叫咧代叫 test data 啦，盡量揀嗰啲 boundary condition 咯，即係嗰啲窄界嘅情況。咁咧就嗰啲咧就最少都真章。好喺個 case 睇落去咧，有個 boundary condition 咧係25嚟嘅，或者 boundary values。咁咧 A 上我 set 做25啦。咁 boolean 咧就簡單啲咧，佢唔係 true or false 啊嘛，咁所以咧我哋就 assume 佢係 true 先啦。Let a student be true。A 上係等於25啦。咁我哋跟住可以將啲 values 咧代落去啦。25啦，25。咁我哋做咧專揀啊 boundary value 先去試 ，true。咁啊廿五細過廿五啊 ，false 啊 ，true 等於 true 啦 ，false and true 啦，就係 false。咁另外第二句廿五大家都係廿五，呢個係 true 啦。跟住咧 true 等於 false 係 false，true or false。是 true， 咁但係冇忘記都仲有個 not 嘅，呢個就有個括喺度 ，not true， 咁呢個就出題 ，false。頭先嗰都係 false， 咁所以一二一樣喎，但係嗰都係出 false 嘅。睇下第三句，咁咧廿五大過廿五啦，呢個係 false 啊 ，true 等於 true， 係 true，false or true， 誒呢個 true 嚟㗎。所以咧，呢個係 the odd man out 唔同嘅第三嗰句。所以答案咧一 and 二咧係出相同結果啊，就係 A for apple。咁留意喎，依個咧硬呢個 value 咧，你揀佢嘅時候咧，真係有藝術嘅。嗱，可以試下嘅，大家可以試下咧。你試下如果揀 let's say A 係20或者30咧，你未必試到一二一樣，你可能試到一二三都一樣嘅結果。咁所以呢題其實考咧，大家點樣揀嗰個 test data，test data 咧嗰個測試嘅 data 嘅條件啊，我哋盡量揀 boundary values。咁如果呢題咧你揀20啊同 true 咧，你就會試到三個都係一樣嘅1、2、3，咁你就會揀得 default 嘅，就唔會揀 A 噶啦。所以難怪呢題咧當年咧都係得幾多學生答錯。